嚟到中电识买识拣电主健康形式全电小厨神比赛。今年嘅比赛咧，我哋嘅主题系咩咧？识买识拣电主健康形式。今年我哋除咗要呢个高超嘅厨艺之外咧，我哋都希望我哋嘅参赛者咧可以好精明咁去咧选购一啲低碳同健康食材。咁中电一向以嚟咧都系非常支持呢、這个低碳环保嘅主食啦。咁同埋透过全面主食咧，咁其实都可以节省呢个能源啦，同埋减少呢个开支，令到个厨房咧冇咁热。咁希望咧亦都最重要就系减少呢个碳排放，实践呢个低碳生活。预备，三、二、一，开始。因為電磁爐咧，其實佢比其他爐具咧，佢嗰個傳熱度係非常之快嘅，同埋可以傳熱好均勻啊。咁所以煮嘢食嘅時候咧，係更加容易 handle 啦。三、二、一，時間夠。不過就係叫合家歡。小朋友至老人家都吃得，重要是全素。我覺得今天是一個很好的 good start 嚟嘅，即係因為見到啲小朋友真的有呢一個嘅技巧啦，同埋佢有個興趣喺度啦，再加上知道點樣用呢個電磁爐的好處之後咧，我覺得佢之後咧，媽媽啊、爸爸嗰啲可以不用入廚房噶啦，應該。係啊，其實安全真的很重要噶，咁而家輕鬆好多，細細個嘅小朋友可以跟住我一起入廚房，點解用電磁爐咯？咁安全好多啦，一路在廚房玩，一路用住電磁爐，而且仲可以煮到一啲好美味的菜式，係幾咁開心呢？多謝阿同樂啦，同樂好合拍啦，又好聽話啦。我三四歲就開始煮嘢食，我用呢啲電磁爐焗爐煮得好安全同埋好好味。Yeah!